3秒，2秒。这位小姐，你是不是用一下就很头头？你对我仇视吧？没有。他竟然把笔头这边让我握住。他的最看这个关卡叫做车。音乐帝王，帝王。来，各选这一位，一位，两个出来。五首歌，播歌，每一首歌5秒，5秒，5秒，总共25秒。然后你们写下说，刚刚听到什么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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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人写一张，两人捉对厮杀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我们不要再搞手，因为你们就是讲对，所以你们就是超聪明的，超聪明的 ，OK OK， 一对一 PK 哦，可以扮为师傅吗？行不行？因为我觉得我一题都打不出，但是他真的是一个地方不错，但是如果你跟他根本就想要抢人家歌手，两个写对成分，没有就是。只要一个分，对，但是一对一 PK， 你分数多了就获得一胜哦，不是累积的，不累积了。歌手一定全部都要写，歌手不要空白，怎么样都要猜，都要猜，因为一定都要猜，写出答案来，你没有答案就是没分。好，这地方是我们的豆豆还有小春。好，两位 ，Come some other music， play， 还不能停。穿上一身帅气西装，等会儿见你一定比开始。我这边都停下了，我这边都停下了。哇，我们的声音都还没出。不行，好，不能No way， 最后10秒。哎，他的老师不行，是改不是？好了，不行，不行，加油 ！Nine， 没有说加油。Seven， 11。最后倒数，3秒，2秒，1秒，喊上！提笔。好，第一首，稻香，周杰伦。第二首。泡沫。邓紫棋对的，连续不累没关系。不是。这个我们听到你一脸是三个字哦。是啥意思？好的。1、2、3、4、5。5个啊，下面1、2、3。四一二三四，好，你们进来，赢一格，恭喜拔下第一点，恭喜你！好，我们的黄队拿下第一点，第二棒请准备，好强哦！好了，在第一关，豆豆是一个战犯之后，他并没有办法带罪立功，又输了第一点。好，第二棒请准备。好的，接着下来，两位，他们两位都算。但是我觉得这边可能听的比较多，因为他们的工作每天跟音乐都有关的，对啊，谁要跳舞要干嘛，对不对？那你有听歌吗？偶尔啊。偶尔，你会唱歌吗？刚刚那些我都会，我也是会刚刚的，不知道自己也会不会。真的吗？好，来，两位请出题。Go。怎么去吧，是你的光亮透过就好了，我的歌声太可爱，都被你认真的回忆，不是回忆，你说的白是什么？如果看到你手里一遍，其实在红尘高原就像好 GO，就是要让人肃记嘛，对不对？歌手一定全面厉害。哎呦，是一个办法哦。忘了。
十。我不知道，我全部都不知道。九秒了吗？八秒了吗？最后一个几秒？七秒。六秒。好，好了，这边，在聊晚餐 ，OK 哦。聊晚餐。那红队特别注意，我人手不足，要管两遍。三秒，两秒。这位小姐，小偷，你对我仇视吧？他竟然把笔头这边让我握住。小小的抱住一下，你帮我打开。音乐装置是会神奇的。三二一，时间到，好 ，OK。没有声，好，小毛哥，上台，好，小毛哥，郭靖，好，郭靖下一个目标，李荣浩，是李荣浩，不是，年少有为，好难考，帅到分手，对呀，交往期，你是我的眼。你是什么白云？阿力，大大的拥抱。哎呦，几分证？几分证？你们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六分很高我觉得一分，一分是暗的。好，好 ，OK。担心我自己。一名，一名，一名，一名。